今天我想跟你们说说我的妹妹。我妹比我小四岁，从小她就是个讨厌鬼。她小时候特别爱哭，一哭起来没完没了的。他还特别爱跟我抢东西，什么都抢。我妹的脾气特别倔，我俩小时候总打架。你别淘气，快来帮忙。萝卜在这儿，两个碾盒送给我的。帮忙把那个怎么碾盒。他还整天闯祸。最后总是我替他挨打。我妹鬼点子特别多。记得有一回我吃饭的时候把大门牙给舔下来了。妈妈告诉我，你别害怕，新牙很快就会长出来的。我跟妹妹每天都给我的牙浇水，给它晒太阳，期待我的新牙能够赶快长出来。Thank you.
这就是我们家，有爸爸妈妈，我还有妹妹。可是我的妹妹其实并没有出生。我依稀的记得那天是我4岁的生日，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辆绿色的小汽车，但是那天我印象里他们并不是很开心。后来我妈告诉我，他们难过是因为她怀孕了，可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，他们不能有二胎，所以我妈就把孩子拿掉了。她说那是一个女孩，我的妹妹。当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，我经常会想，如果我要当时有这个妹妹，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？她会不会抢我的玩具，跟我打架，跟我一起犯傻？而我的人生会不会因为她的存在而不同？这些我都不得而知，因为现实是，我是一个人长大的。